吃饭啊！今儿开学第一天，你别迟到了。你抓紧啊，别磨磨蹭蹭的，我得迟到。 那个油条跟麻糍我买回来，好嘞。哎，叫凌霄吃饭。哦，好。李芊芊，是你在里边吗？我在拉屎。赶紧的，我憋不住了。你别催我拉。 说过多少次，不要在我刷牙的时候来上厕所。哎呀，知道了，下次不会，求你讲究。哎，啊，那你们慢慢享受吧。哎，那你们玩啊？哼，还好提前准备。哎呦我去！ 小娟，快点吃饭了。马上。哎，跟你们说啊，小娟今年上高一，你们俩升高三，又在同一个学校，就别像初中那样了，整天让他请家长，请家长的啊！你们得有点当哥哥的样儿啊。嗯，放心吧，爸，我会看好他的。嗯，放心吧，李爸，我会看好他们俩的。 李芊芊，凌霄是你麻子。怎么穿成这样啊？ 今天我第一天开学，我准备穿着这身去，看起来是不是很厉害？太厉害了！这就对了，要的就是这效果。我仔细琢磨了一下，我在我们班成绩是倒数第二，为了防止同学欺负我、歧视我，我决定。 先下手为强，给他们留下一个不好惹的印象。记反了？反了。嗯。不重要。不重要。李芊芊，我告诉你，你儿子在学校被欺负了，你小哥讲，小哥揍死他。爷。爷。 刚说不许在李店惹事，没听见啊？吃饭。你这一身衣服哪来的？暑假攒。嗯。暑假攒钱买的。你是要上学去，还当坐山雕去啊？换了去。 换校服，马上。
天天，秦婆婆，哎，开学了哈。嗯，哎呀，好好学习啊，向你离乡的热热学，争取考第一。好。哪个是子秋啊？我是。婆婆，你是谁啊？哦，她是那个朱鹏婶子的妈妈，来伺候月子的。你们要叫她张婆婆。张婆婆好。乖，真好。孩子们，你们都想妈妈吗？ 说错话了吗？里边请。哟，海超哥，忙着呢。哎呦，你说你这来之前也不打声招呼呢。 来城里啊，买点鸭苗，顺便给你们送点山货。你看你这，你每次来你都祸着，你真是。大哥呢？买鸭苗去了，他就不过来了。啊，经理，里面坐。哎，没吃呢吗？给你煮碗面。吃过了，吃过了，不麻烦。我呀，坐一会儿就走了。哎，这是海潮哥的哪个亲家亲戚？子秋他二姨，经常来的。他真不知道子秋他妈去哪儿了，这么多年就一点消息也没有。 子秋的外公外婆都没了，后来啊就消失了。哎，当时还借了钱走。喝点水。哎，别忙了，海少哥。哎，那个子秋和尖尖在家呢，哎，叫过来见见吧。今天开学，都上学去了。你看我这脑子。这全国统一的，嗯，你们家六宝今儿没上学？ 初中毕业了，嗯，学习成绩不太好，不想上了，跟着他三叔啊去广州打工去了。哟，这么小就去打工啊？不小啦，都17岁了。我们乡下孩子呀，不比城里孩子，这家庭条件不好啊，只能靠自己了。你说这子秋。 要是养在我们家，也养不出个大学生来，只有打工这条路可以走。哎，在这儿也没你说那么好啊，我就开个小面馆，饿不着孩子。这还叫饿不着啊？这叫掉进蜜罐罐里了。你不知道我们老家的人一跟我提起这事，哎呀，我是满心的得意啊。 也不知道我们这家人这上辈子都做了什么好事儿了，这辈子啊能遇到海潮哥这么好的人。哎呦，瞧你说。<笑>